找一个壮壮的、胖胖的教，让我们相信他是大哥哦。除非你有办法在我面前扁那个凶宅四柱原因度，有必要吗？这样子吗？好，所有的提示完毕，想清楚，柯先是不是从黑道大哥变身为台语文学诗人？想清楚，真的假的？压几分？请选择。反正第二组现在是打定了主意，就是要跟别人压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来，凯乐，第一组压的是假的三分，第二组压真的三分，第三组一样真的三分。好，越来越接近到后面，快分出胜负。可先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黑道大哥变身为台语文学诗人呢？正确的答案是。三分 ，Yes，OK，、okay. 来柯先，柯先来前面请，请前面请。牛牛岛的春天，当然知道什么叫牛牛岛。牛牛岛，你们知道牛牛岛是什么？牛啊，来，是一种什么植物？蚕茧。啊，蚕茧叫牛牛岛。我伫内底写，用出一本诗集，我是讲。我咧很乖，我来地方忙，我家己的春天。哦，还有这个含义在里头。对对对。哦，就像蚕茧关在里头，但是有自己春天。凯乐手上的，对，是。来，我让看者。他出就新闻哦，讲出唱。哦，要阿言。哎，你来做兵。哎，阿伯听讲来。哦哦，对，做你搭档啊。哎，去打电话等你哦。这种是伫个内底吼，啊，人个报销袂去甲我采访，啊，所以说啊，佫袂当用本名，啊，摄像袂当对后壁摄，袂当去遮。OK，OK，OK。所以对柯先来讲的话，起码来看讲以前做的代志，会觉得说那以前真的是浪费了生命，现在才真的找到自己的春天。对对对。哦 ，OK， 这我觉得柯先也是鼓励大家最好的一个例子。OK， 柯先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凯乐带来实验意识是谁？什么事？来，凯乐，欢迎超神准疫苗两颗，妈妈，疫苗两颗，金凤超神准投篮机，而且你还甚至得过冠军，所以你老公难道不会都觉得说啊，出来这一逮吉隆不会走，你就天天都在投篮投篮投篮干什么？对啊，你老公会不会这样气？对，没错，他就是这样讲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他就不讲了？因为我有拿奖金嘛，哦，那我就不会反对了。我拿奖金，我都会分四份，然后就是两个儿子，然后老公还有我自己。你参加过投篮机比赛，得到过冠军？对，我在中国大陆拿了三个冠军。还到中国大陆比赛？这个比赛 ？OK， 好，来提问时间。金凤是不是这么投篮神准的妈妈？那你花了大概，你有算过多少资金在投入于练习这个费用的问题？如果我一天哈算150块好了，那一个月就有4500。嗯，好。一天150块，可是一次就要10块钱到20块钱，不是吗？可是他可以一直丢啊，他不是一次投就可以投很久了，他10块钱就可以玩很久了。可以玩很久吗？10块钱可以玩三。你大概玩1-2分钟就结束了。因为投篮机。对 ，OK， 这个可能涉及到你们等一下问的，来 ，OK， 来，还有吗？请问你今天那个大拇指包绷带是不想要现场示范的意思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本来是全部都有粘啦，但是后来把它撕掉，是保护吗？还是对，保护手指头，因为你抓球的时候这样会摩擦，然后手指头都会一横一横，就会很痛，好逼真哦。投篮机是有世界比赛的哦。据你所知，世界冠军是多少分？世界冠军是由印尼保持的778分。真的真的。我的问题结束了。不是，你知道答案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他编造一个答案的话呢，他讲话的表情应该没有办法这样才对。哦 ，OK。那我可以问玉林哥一个问题吗？那你现在评估他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假的假的假的。好，听他讲，假假真真，推在眼前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来，请选择。好，来，凯乐。第一组要的是真的
三分，第二组要假的三分，第三组也是真的三分。反正就是赌到底了。其实妈妈，我很相信你，我觉得你是真的。对，可是我们必须要你知道。OK， 好，来我们来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持他们的优良传统，还是一样答错 ，OK？ 妈妈，你真的太真了啦！好，那我们待会儿请金凤就直接来表演投篮神准的一秒两颗。哇！金凤，我刚才请问一下，你投篮机你自己的个人最高分是多少分？像这一种的话哈，可以一关两百分。一关两百。哇！那还有另外是还有另外是什么？另外因为机台都不一样，有些球是七颗八颗。那你除了这个是最高，我就说你玩过所有的机台最高分一次是多少分？872分。哇！比那个世界冠军还要高。印尼那个778。它是那种后面会加分的那种吗？对。对哦。然后是20秒三分球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要直接来看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准备啊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预备，开始！哇！哇，好棒！哇，两颗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一秒两颗是会进的。对，他嫌那个球出速太慢。出来的，对。我觉得金凤根本像八爪章。真的耶！太了，好快哦！球对我来讲完全不够哎，而且他还是面带笑容哎，就气球太棒。年轻人有谁玩这个厉害的？我有玩过，我有玩过。OK， 好。加油！加油！一秒两颗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！好强，这体力又很好。第一趴时间还没到哎。对啊。哇！43。哇！第一趴。对。哇！好，有人不服气吗？我们两个对他一个，好，两个对一个，来，好，两个对一个，好，同学两个对一个，可是两个比较好，投的比较慢嘞，好，开始了，来，开始，好，来，加油，加加加加，赢了，哎，哇，快进啊，蛮不准的，尊重点啊，对他蛮强的，两位夸特族的还特异功能，我告诉你。我觉得有一个老鼠屎。对，老鼠屎。谁呀？很有良心撞他的球干什么的？对，他抢别人的球。也不让他自己挑战，会比较好一点。他们在互相破坏。但其实刘书豪蛮厉害的。对。你们什么分数啊？加油！应该一个人弄就好了啦。真的一个人呐，一个人。开呀！刘书豪加油！烂透了。我觉得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。好，你们这什么分数啊 ？OK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来看这个三分那个哈。那对不起，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道歉，好不好？刚才浪费大家的时间，真的也跟大家说不好意思。小哥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不要浪费你时间。对，那我可以挑战他们的53分吗？大家也累了，对。不过让大家亲眼见识到，真的，一秒两颗，而且重点是还都会进，对，非常厉害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待会来进行我们现场。看看一勋跟书鸿两个人能不能拿到10万奖金，来，10万奖金挑战赛。好，来恭喜一勋跟书鸿两个人。今天这场比赛分数还蛮悬殊的，16分非常高。不过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运气也不错。对啦，对。我想知道你们节目什么时候播，我都会准时收看哦。8月24开始，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半在25频道科学侦探团。那我现在也做一个实验。就你们只要丢几次，把上面的数字全部都消掉，这个实验的经费就是10万块，好吧？小实验 ，OK， 好，好吧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冷静，哎，加油啊，加油，克，哎，好 ，Go， 5、11、92都可以的，九二，好，九二加满吗？加满，现在没有加92了。
加十，加十，幺九二，加油！开始不重要，装在最后面。好好好好 ，Go！ 好，八，五三，五三，还是一个八，还是七？五三啊，不要七一，七一，好，七一比较好，七一比较好，七，因为这是比较罕见的数字，对，七。我先把罕见的小掉，对不对？罕见的比较难是对，指出来嘛。加油！机会了，机会了，快快 ，Go！ 他们两个好兴奋哦。对，七，哇，三跟四啊，三四啊，这只有三四啊，三四，来三四，五六八，你们有选择五六八，加油，很坚持哎，好好 ，Go！ 小的点，五六八，五六八。组合机会挺多的两人，究竟运气能否跟他们的士气一样好，意外拿走奖金呢？五六八，你们选择五六八，加油，没坚持哎，好好 ，Go！ 小的点，五六八，五六八，十一也可以。偏偏就是没有。实验要成功以前啊，要失败很多次。真的，对，通常这样这样这样，但是乖乖做实验比较实在。大家来，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实验揭晓。其实这个实验呢，它只是这个我们节目里面会示范的一个非常小的游戏。那里面我们会做的实验，事实上都非常的神奇，包括到底多少气球能够让人浮起来，哦，对，或是能够一秒钟让可乐突然从液体变成冰块，哦，一秒钟，对，一秒 ，OK， 它瞬间变成冰块，这些都是很大的实验。那这个只是一个小游戏。其实你们现在把杯子放在上面，哇，看一下哦，原来是这就是平衡，对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利用火柴棒找到它的这个重心所在。那更多精彩的都会在我们节目。那我们学会这个，对我们人生有什么帮助？非常非常有帮助，因为将来你在跟客户聊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示范给他看。哇，这样打放屁！那我不如学那个骰子。OK， 好，大家也都支持他们的节目。OK， 好，现场非常谢谢所有来宾，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。真的了不起，找到惊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